曾经试过台湾人来新加坡拍戏，是他说我们新加坡的食物很甜，嗯，新加坡食物很甜，食物甜，你没有发现这件事？我有一点吓到，食物甜。他说，因为你们的 curry 是糖甜的，嗯，对，你们的 curry 是甜的，然后你们的酱汁是甜的，嗯，我有不明白有没有椰汁吗？很多东西都是甜的，都是属于甜的。